你没有足够的机会。啊，这个位置好像太上面一格。巴卡也在啊，怎么不说话啊，巴卡？你以为你不说话，我就不知道你在这个聊天室吗？这个在电极点的，我要小心他这边盖碉堡，过来侦查一下。安全呐、啊！干，他也太会操作了吧，好猛哦！我来了，在阴影中。你需杀人偿命。哎，射不出去，靠呗！完了完了，这里有点危险。好吧，本属我是本属虚空来的，在阴影中。啊干，好亏啊！我是黑暗。
金矿不足 ，Coast Down 在这游戏行不通。我会虚空是冰冷的，黑是无空。我来了，在阴影中。研发结束。别闹了，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我来了，在阴影中。我们的移动是看不见的。看你的右上角，瓦斯，我来了，在阴影中，非常明确，我会帮你，暂时先这样。这啥流程？没有没有，我跟他都三开啊，我三开他也三开嘛，所以我的兵不多，他也兵也不多啊。然后我压制一下，赚多少赚多少，我又不知道一波把他打死。我压一压之后也是要转运的，那个不是刚刚那个不是一波。